下弦之二佩朗，他是有机关枪的人，无敌了，打死他我就无敌了。我操，我算上了。哇，放炸药是吧？全是 TNT。我操，哎，我操，运气真好。完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机关枪在这个游戏里面意味着什么吗？无敌啊！我现在是人类，暂时用不了血鬼术，用不了他的右键，但是呢，我们能用他的左键，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是我们可以远距离杀人了。比如说这只羊，啪，无敌。再加上我们这个船儿，完了。当然呢，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无敌了，没必要啊，一直用枪，对不对吧？啊，我们现在要去杀这些柱啊，目前的话还是没有遇见柱啊，倒是遇见了很多鬼。我略微思考了一下，要不咱还是变成鬼吧，变成人，我的实力会降低，我鬼化之后我的伤害会变得很高。哎呀，算了。我还隐藏什么呢？直接不装了，不用船和枪是我最后的仁慈。守鬼啊，之前要打很久的守鬼，现在你们看我怎么秒了他。一个右键，不对，两个右键就秒了。而且我变成鬼之后还可以用枪了啊，枪的左键是 biu 一下，枪的右键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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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射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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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 哇，我操，我好无敌啊，真的，兄弟们，生吃个人，我很开心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怎么没有住呀？全是一些鬼，这鬼打的没有意思呀。今天怎么一个住？哎，我操，这是鬼杀队前任住的坟墓吗？哈哈哈哈！哎，主公，你复活了，主公，就埋这儿吧。我不想做一个盗墓者。哎，有箱子，不过你就这，哎，怎么都是空的呀？哎，溜！老婆婆，你跑什么呀？老婆婆，我不是坏人。哎，老婆婆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有个小村庄，摸西摸西。哎，会掉这个人肉？哎，我吃一口。嚯，哎呦，这个人肉感觉很好吃的样子耶。哇，掉率挺高的。嘿嘿嘿。嚯，100%掉。嗨，要不咱们回到无限列车的地形，先把这些柱门给杀了吧。园艺灵士，你真的很弱哎。黑丝猫大哥，嗨，哎呀，我如果能拿到大哥的那把，这把刀真就无敌了，兄弟们，这把刀贼好用，贼好用的意思，不，贼长哦。风柱，我打败过风柱吗？没打空风柱，哎，风柱，嘿嘿，我今天先不求助我的大哥啊，我先跟你堂堂正正对决一次。哎，风柱，你没血了，怎么回事？风柱，掰了个拜拜。哎，掉装备没有？好像什么都没掉哎。好吧，风柱，咱们也解决了，生吃个村民吧，有点饿了。啊！哎呀，大哥你真厉害，我直接被你炭治郎打，你打败炭治郎之后，我把这个经验给吸收了，变成上弦之五了。哎，玄迷，看你枪厉害还是我枪厉害啊？好像是我枪厉害点啊，玄迷，你会掉把左轮，我试一试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我血鬼术，玄迷，我中了玄迷的血鬼术，我怎么冻住了？这完了，蛇住在旁边的。哎呀，趁我病要我命。还好我有珍珠，完了，进水，好好，这玄秘的血鬼术有点恶心啊，定住了，银柱，我思考一下，没有船了，咱们就 biu 吧它。你的扑面呢？银柱好像是柱里面最弱的一个柱，对不对？那我其他柱打败了，那你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死了，或住的试炼阴无敌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这是什么刀啊？玄迷的刀哦，玄迷掉了一把刀。玄迷是什么呼吸法呀？玄迷没有呼吸法，切都切不出来。哎，这个样子好像是这个特效好像是侠之呼吸。哎，好像卡到 bug 了。我点右键它切不出技能，然后呢，我如果单独点右键它点不出任何东西，我点左键啊，我最快就这么攻击，我点左键再点右键它会一直攻击，护体罡风是吧？
但这个技能好像不是很强，我试一试啊。还好还好，还没有我枪强，哈哈。这个府邸我之前炼铸在里面的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炼铸应该在铸里面也不是很强。哎，哈哈，操操操，还会飞，还会飞。见过用火之神神乐的鬼吗？好像炼铸跟小巴内是 CP 啊，蛇柱已经被我嘎了，那你下去陪他吧，主四上弦之三了，我好强啊，兄弟们！现在还差所有柱里面最强的一柱了，炎柱。不过呢，一直没有遇见他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我很强，不会来碰我。你不碰我，那这里的村民，我一秒钟杀一个，你出不出来？生吃个人，我很开心。阳光山，众所周知啊，阳光山上啊，是我们获得高纯度猩红矿石的一个途径。这个就是星匪矿，这个我们挖了之后呢，它会掉一个矿，但是要用钻石镐挖，我现在就不挖了啊。这个挖了呢，就可以锻造我们的日轮刀，还有高纯度的可以锻造特定角色的日轮刀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是鬼了，对吧？只需要杀杀杀就完事了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嘿，我现在只要找到岩柱，我就可以向无惨大人复命了。玄冥，再死一次吧！我是真想试试你的枪。上弦之二了。我操，他死了会把我控住，牛啊！不会把我弄死了吧？快吃肉！ OK。鬼杀二十是个什么任务啊？哎，我水柱和岩柱都没打啊，突然发现了哦，这里的任务，哎，杀后面好像可以解锁一个什么东西，我现在只差变成上弦之一了。哇，我这边鬼都要做到上弦之一了，我才发现鬼和人我都通吃。我们时刻注意地图上有没有出现水柱和岩柱。哇，这个黑丝猫打我来帮你，大哥。如果我能把黑丝猫给蹭死，我将无敌。他的刀是本游戏里面最强的刀。好，他趁仇恨没在我身上啊，趁着这个时候赶快把黑丝猫给弄死啊！我操，要死完了。阴柱怎么扛得住呢？阴柱要死了！哇，阴柱死了，我不能再参战了，我不能再过去了。这两个人随便一下就把我秒了，哈哈。其实玲珑左金次郎也是前任水柱，我们杀他可以算杀柱了吧？哎，算了，不算吧。杀他都没有完成任务的。跨越好像是有两个版本的跨越，一个是鬼化之后的跨越。哎，跨越加了个衣服，加12盔甲，哎，比我们这个好像厉害耶。但是我们这个要加盔甲韧性，我们穿这个吧，我们穿跨越的衣服吧。哎，佩狼好像不止掉机关枪。他可以掉加特林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来打佩狼。哎，又是一把，超了，那我就双枪合离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右键用不了啊，当摆设，当摆设用的。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。哎，刷了，看见了，这儿啊，岩柱被誉为柱里面最强的一柱。我看看你有多强啊！先吃个人，再喝几滴血。啊，力量变强了，最后一滴血留着来。我今天待会看看你有多。我操！没事，我有枪。哎，好，他打我不掉血呀，我怎么只掉了半个？我好，掉了，但是掉的很少。不要打近战，我们直接远程 biu 他啊！我不用传，是我最后的仁慈啊！我就用枪打他，好像也不过如此。上弦一打岩柱就是如此的轻松，很符合设定。什么都没掉。哎，我们打败了岩柱，嘿嘿。我发现了纳田蜘蛛山就在阳光山的旁边。哎，我在地图上好像看见了水柱。哎，在那儿的。嗨，水柱，你来纳田蜘蛛山不会是救炭之狼的吧？但是呢，不好意思，你遇见了我上弦之一。啪啪啪！呦。OK， G。 好啊，刚才我接到了无惨大人的电话，他说我击败了所有柱，要给我准备一份大礼，就在
无限城，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入无限城了。在这个版本里面啊，无限城只能通过这个代码进入啊，这个代码就是传送到无限城的代码，那我们直接就是一手传送魔法无限城，有点黑，吃口血也来了，哈哈。哈哈哈，不会是这个吧？